么卑鄙啊？你怎么用这样的方式把孩子接走？怎么了，赵云？我知道你想见友友，可是你让志芳把他接走，你总要告诉我一声啊。我没有让志芳去接孩子，赵云。幼儿园老师说的，陈志芳接走的，身份证我都看到了。这绝对不可能，志芳就是想接孩子走，他也得跟我说一声。这里边肯定有误会。苏克，这没有你的事。你别喂。哥，我告诉你好消息啊，我把悠悠已经接到我们家了，你赶快来南顺，咱们一起商量商量对付周云的办法。胡闹你！陈志芳，我听着，你带着悠悠在家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对不起，悠悠是志芳接走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慢慢来，有事慢慢说，慢慢说。一会儿到了志芳那儿，你能不能先别说话？我来跟他说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不想让你跟志芳吵起来。谢谢了，走吧。但你慢一点啊。上下来，志芳也没别的意思。当他知道自己是友友亲姑姑的时候啊，天天念叨。你不用解释，我能理解。友友，看谁来了？嗯，妈妈。嗯，你好香哎。舅舅，你是悠悠的爸爸吗？来，走吧，说再见。志芳阿姨，再见。再见。拦着他呀！拦什么拦？胡闹！友友是你闺女，谁也没有权利不让你认友友。志芳，大哥的事大哥自己做主，别瞎搅。这事儿啊，哥不能讲客气。他不让你认友友，你就跟他打官司。志芳，别说。小朋友都有爸爸，悠悠也想要爸爸。妈妈，这名舅舅是爸爸吗？是爸爸呀。那舅舅呢？舅舅就是志平哦。你要是不愿意志平做你的爸爸，只愿他做你的舅舅，那咱们就再找一个爸爸。悠悠想要志平舅舅当爸爸。那好，那咱们就通知他，让他做你的爸爸，好不好？好。
苏哥，苏哥，哎，快快快，这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，陪我出去一趟。干什么去？去商场悠悠买玩具。走。我深藏起我对哥的感情，这就是我的爱。见了舅舅叫什么呀？爸爸。嗯，那然后听谁的话哦？爸爸的话。嗯，然后好好玩啊，注意安全哦。听见了。别往人多的地方去。好，听话，我看看。挺好的。哎，志华，那咱们意见就统一了啊，咱们都同意哥跟周云复婚。啊，哎，我跟你说吧，周云不想复婚那是假的，他就是看在友友的份上，他也会同意复婚的。再说了，他岁数也不小了，也不好找，你以为呢？哥那边啊，哎呀，哥那边没问题，你放心吧。明天呢，我叫上永明一起去，我肯定能说服他。哎，等哥复婚以后，你带上孩子也到广州来看看。啊，行，好，那就这样。嗯，挂了啊。嗯。哎，赵明，赵明，你出来一下。怎么了？哎，啊，明天啊，你跟我一起去见周云啊。我明天特别忙，我约了两拨人呢。一个是宝丰集团要跟我谈明年的区域代理，还有一个，我不是跟你说我找了个大投资吗？明儿说不定就能敲定呢。哎呀，明天咱俩一起去啊，周云能知道咱们的诚意。人家哥都不着急，你们瞎着什么急啊？是啊，不是你们家的事，你当然不着急了。嘿，那我干的事儿就不是咱家的事儿了，是不是？你是一点指望不上，我跟你说吧。嗯。嘿嘿嘿，我告诉你啊，明天去吧，悠悠。叫爸爸，去吧。悠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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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，我爱你。乖女儿，爸爸也爱你。爸爸，我现在不叫周游泳，我现在叫陈游泳。谁给你改的？妈妈。爸爸给你买了好多玩具，来。哇！喜欢哪个？这个和这个。
来，拿出来玩。姐，你挺好的吧？姐，我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啊，在我心里头，你一直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，真的。我记得你跟我哥刚结婚的时候，我跟志华都在上大学。那时候你每月都要给我们俩寄钱，志华15块，我15块。那时候15块可不是现在15块。我记得你当时跟我哥的工资加起来也就80多块钱。你想说什么就直接说吧。我就知道我什么都瞒不了你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代表我们全家，希望你跟我哥能够复婚。说真话，我是恨过你，那是因为我怀疑你跟邝大成的关系。所以呢，我说了你很多坏话，也骂过你。直到我知道悠悠是我哥的孩子以后，我才知道我冤枉了你。所以在这儿，我给你道个歉，也希望你能够原谅我。姐，就是为了悠悠，你也应该跟我哥复婚的。你们的态度我很理解，没有什么道歉不道歉的。但是婚姻不是儿戏，我跟你哥结婚的时候就没想着分开，分开了也没想着复婚。我知道你是因为小颖才不肯复婚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因为任何人任何事。我们两个的婚姻出问题是因为互相没有了信任，没有信任的婚姻不是很荒诞吗？况且我们又分开了4年，怎么可能呢？姐，我想你跟我哥之间可能有一些误会。你说悠悠是我哥的孩子，你们一家人要是能够复婚了该多好啊。你们俩结婚那么多年，你就是对他爱也好恨也好，你对我哥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所以今天我来呢，是代表我们全家，真的是希望你跟我哥能够复婚。啊，周元，没事没事，你忙吧，啊，好，我会带好悠悠的，行，我一会儿送悠悠回去，啊，我会带她吃饭的，送回家去。那悠悠有家里钥匙吗？好好，好，再见。怎么了？摔疼吗？没事，跟小朋友玩玩嘛。行了，我们回家了。啊？哎，要不要玩具啊？都拆开了，来看一看。
喂，啊，啊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。啊，哎，你是赵玉明吧？啊，是。你们是？我们是那个公安局的，希望你配合一下。我怎么了？你认识一个叫李娟的人吧？认识啊，认识啊。他涉嫌诈骗，我们调查了他的通话记录，你和他的联系人最为密切，希望你跟我们回去一趟。诈骗？他骗谁了？很多人，他说自己是亿万富翁，其实他一分钱都没有。真的？他人呢？人已经逃出国了，你还是先跟我们回去一趟。等会儿，警察，我昨天才给他汇了20万。你和他什么关系？需要我们回去再调查。但是现在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。我也是受害者，我。苏哥，那个卫生间在哪儿啊？在这儿。哦，行，那我去趟卫生间。我去点餐。好好，行，我过去了。嗯。喂，哪位？啊，是我，有事儿吗？对，赵永明是我妹夫，他出什么事儿了？这赵永明到底是被女的骗了，还是跟那女的有不正当关系？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也是受害者，他也骗了我20万呢。你跟他上床没有？没。上了，但不是真上。赵永明，你就是个王八蛋！我当初把脂肪交给你的时候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你向我保证我一辈子对他好，你这就是对他好，脂肪怎么对你呢？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对得起自个儿良心吗？大哥，我就是想让他投资，我是冲着他钱去的。钱，你这心里就装着钱啊？大哥，实话实说，我就是冲着钱去的。我想让他投资，我想东山再起。大哥，我是跟他逢场作戏的。大哥，我从来没想过要跟志芳离婚，要对不起这个家。大哥，我真这么想的。照你这么说，我还得替志芳谢谢你，谢谢你没抛弃他。没错，现在外边包二来找情人多了是，你也跟着学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永明，别人我管不着，你我能管。人做事你得拍着胸口，你得摸着自个儿良心，人得有规矩，没规矩就是畜生。我错了，大哥。
小野，刚才那个叫舒克的又打电话过来了，还是问我你在哪里。他还让我转告你，你哥和你姐都让你回去呢。我看你还是回去吧，别让你家里人担心。我哥跟我姐不复婚，我是无论如何都不会回去的。小玉，你可千万不能告诉苏大哥我躲在你这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早点睡觉啊。桂花，你去医院了吗？去找了没有啊？桂花，那个你再去别处找找啊，辛苦你了啊。好吧，我给大军再打个。对对对对，我再打。好好。哎，大军啊，我是哥哥。你多找几个人，多找几个人啊，分头找啊。好就哎，大军，哎，志芳，我错了。志芳，别生气。志芳，我这确实是逢场作戏，我也是受害者。走开！志芳，我求你了，我，志芳。你别生气行吗？志芳，我也让他骗了20万。志芳，我真不想伤害你，我也让他骗了20万。志芳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对我伤害了你，可我真不是故意的。我就是逢场作戏，我想让他给咱投资，我想扩大，我想多种经营啊。志芳，我求你开门行吗？志芳，这些年呢，我想的都是咱们这个家，我没想别的了。志芳，我错了，志芳，你原谅我一次行？这么多年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什么想法都没有，我就想翻车，完成我的抱负和理想。可是，在广东这些地方之内，太现实了，我不跟人家好好做戏，我不能一碰他，我不讨好人家，人家就不理咱投资。志芳，我错了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份上，你原谅我一回行吗？志芳，看在东东的份上，你原谅我一回行吗？喂，周云，有事儿吗？你们白老板想见我。白老板，您是想收购海德路的烂尾楼啊？对。那您找我来，我能做什么呢？我想让你的公司替我出面收购这个楼。明白了，是您不太方便出面，所以想请我先买下它，再转给您。聪明。简单的说吧，买楼的钱当然是由我出，你只负责帮我拍下这楼，事成之后我给你200万的酬劳。白老板，能不能问一下是什么原因您不方便出面呢？
我曾经在拥有这座烂尾楼产权的银行工作过，如果由我出面，不但拍不下这楼，还会给我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我要找另外一家公司替我出面。能帮您这忙的人太多了，您为什么选中我呢？这个问题更简单，周云推荐了你，他向我介绍了你的情况，我认为你是一个可信的人啊。哎呀，我说陈老板，其实你有几件事情啊很令我感兴趣。第一，据我所知，你在广州没有任何的社会关系，却能够立足，所有和你合作过的施工单位没有一家说你不好的。第二，你来广州已经有5年多了吧，在你属下的工人的工资里面，不但是同行业中最高的，就是你公司的利润也是同行业中最高的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对工人好，你的人缘好，他们都很愿意为你出更大的力气。第三，潇潇卷走你300多万了，到目前为止你都没有牵连他的家人。陈老板，你是我在生意场上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人了，所以呢，我很愿意为自己赌上一把。白老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你给我2天时间，我考虑一下。2天以后，我给您答复。我等你。哎呀，这么大一个楼，白老板真是要7000万拍下来，那可就赚了。你说这么好的地点成了烂尾楼，哎，盖这楼的人是最倒霉的人。我看这楼的市值啊，最少得1亿。1亿，我看就值2亿。哎呀，国家的钱就这么白白的，哼！哎，这次咱先别着急，等他拍完了之后咱们再提价。你这样的话，你要不要也不行，把房子在我们手里。哎呀，周云欠我们的情，这次还我们了。只要有了200万，公司就有资金了。哎，志平，你说周云他费这么大事儿帮我们，他是不是有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说他是不是想跟我们复婚？真的，有这种可能？你说他给我们这么大一笔资金，说不定有什么目的。行了，别胡说了。
我成立一家公司，替你去竞拍。你明知道这里面有暗箱操作，你为什么还要插手呢？你到底图什么？我有条件。说说。我的条件是，大楼的工程装修，我来承包。之后的销售，也我来承包。你这不是乘人之危吗？别人马上转手就可以赚3000万了，哈哈，你这个人太狠了吧！这就是生意场啊，白老板，刚刚不是你自己说的吗？不过我也不会亏待你，你转手赚3000万，我保证，一年之后，我给你6000万。一年之内翻一番的事儿，我想你不会拒绝吧？我是个生意人，能够翻一番的买卖，我当然不会拒绝。不过我倒想问问你，你凭什么能够承包下这大楼？那我跟你说，我们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给你贷款的。我不用公司给我贷一分钱。说什么？我有一块地，我可以抵押给银行。哎，这好，有时间你带我去看看那块地。哎，有没有地契的？我们先一码是一码吧，先把这事儿做成了。这样吧，我要先看见你的地，那才踏实。可以，别烫着啊。妈妈，什么叫有能力？有能力，有能力就是别人做不了的事情你能做。别人吃不了的苦你能吃，别人喝不了的粥你能喝。妈妈，如果爸爸不喜欢妈妈有能力，那怎么办？那你说怎么办？嗯，咱就不喜欢他，好吗？好。好好吃吧啊，这个我包子，不吃该凉了。一式两份。哎呀，我说小周啊，哦不，应该是周老板了，真厉害啊，马上就能够变成个大老板了啊，来，恭喜你。谢谢，这也是商场这么多年摸爬滚打下来学会的，谢谢白老板。不客气。谢谢您的信任。而且真的花了7000万。我说苏哥，这回你不会说我又是傻子吧？你怎么可能是傻子呢？你是傻子他哥。凉茶。桂花。哎，3号桌还差一个龟苓膏。桂花。桂花。我是真觉得这城市户口没必要办，你说在这城里吃住穿全贵，你办了它有啥用？大娟儿，
你怎么劝我也没有用，你应该知道的。我一直想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城里人，你别劝我了。是，我知道我劝你没啥用，但是，反正我就是觉得这城里户口办了没啥用。哎呀，你就别说了，我已经想好了。再说，等我办完户口，我准备攒钱买房子。你要是还喜欢我，那咱们俩一起攒钱。哎，桂花，我觉得咱俩可以先把事儿办了，然后再攒钱买房，你说呢？不行，咱俩结婚不能没有一个住的地方吧？咱们是无所谓，那爸妈来了住哪儿啊？不能住我店里吧？可是。这个事儿就有点难了，要不是因为这个条件，我们都接几个大工程了。潇潇卷走钱之后，我们这个元气一直就没恢复过来。说真心话，不怕你笑话，我们俩现在连50万都没有。这样吧，苏克，你给我们公司做一个 CI 形象企划吧。你是好意，我知道。说真心话。要不是为了工程，我也不会给你做。开价吧。进场带资多少钱？200万。你给我200万。给你300万吧。无功不受禄，只要200万。好，200万。谢谢。好吧，大楼工程我同意接，明天就去跟周云签合同。还有，你去给周云帮半年忙，我也同意。走吧，吃饭去。哎，志平，你别走，你们我还有话没说完。还有什么事儿？哎，坐下说。哎，说吧。其实这件事儿呢，我早就想跟你说，我准备真正的离开。真正的离开什么意思？